CBD Furniture is one of the biggest furniture shops in the world, with the pinnacle of Italian design and your ultimate comfort in mind. CBD Furniture is no doubt one of the best you can give your home. 今天我们在 CBD 家居，这间坐落于 Binondo 约一年的国际品牌家居业者，5月2日到5月12日举办了全球总裁销售会。很高兴我们邀请到了总裁 Linda 来与我们一起谈谈 CBD 家居这个品牌。一开始呢，我们就来先谈谈我们这个全球总裁签售会。那请问总裁，我们这个签售会是每年固定举行的吗？对，我们会在每年的五月份和每年的九月份会为我们菲律宾的贵宾客户带来优惠和实惠。那我们请问一下，我们这个 CBD 作为中国寝具文化领导者，我们的品牌理念是什么呢？在 CBD 我们一直奉承着这样一句话，做精品家居，创百年 CBD。 那么我们 CBD 家居的企业宗旨就是做到设计第一，服务第一，品质第一和销售第一。那么 CBD 家居呢，我们是一个国际化的品牌，那么在全球我们有3000家专卖店，我们现在在我们美国拉斯维加斯、西雅图、澳大利亚的悉尼和墨尔本，以及我们中国台湾和新加坡，还有我们近边以及我们菲律宾老挝、孟加拉国等等，都已经有我们的专卖店。那我们要做到的就是让全球人民畅享七星级的一个绿色睡眠。刚才呢，您也提到过了，我们的设计领先于其他的家居业者。那我可以了解一下 CBD 我们现在的设计师大概有多少位吗？这一点我可以给大家去介绍一下我们 CBD 的一个人才啊。那么 CBD 家居呢，我们目前是有整个家居行业最强大的设计师团队，我们有接近100人的设计师，我们有来自美国、意大利和丹麦的设计师，也有来自德国的工程师，所以我们所有的设计产品啊，产品的设计都有我们的外观设计专利，所以我们可以让全球人民享受到一个优质的睡眠和一个优质的服务。对啊，目前呢，那 CBD 家居呢，我们一直是以简约、个性、时尚的设计理念来引领寝具潮流的。那么同样呢，我们在选材选料上面也是与领先于其他品牌的。那么在选材选料上面，首先我们所有的这个面料，床的这个面料都是源自于意大利进口的，我们所有的选材选料木料木材是来自于俄罗斯和非洲进口的，那我们所有的乳胶也是来自于马来西亚进口的，所以我们是用中国最纯正的原材料为国人去打造最健康最舒适的一种健康睡眠。那倒不如呢，请总裁为我们介绍一下我们 CBD 的几项产品。这也是我的荣幸啊。那么我接下来会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 CBD 家居的床架和其他品牌的一个区别，以及我们 CBD 家居的智能睡眠和我们 CBD 家居的智慧沙发。好，那听了总裁说了这么多呢，其实我也蛮想看的。那现在呢，就是让我们来一起看看 CBD 家居的特别之处。 Let's take a look。我们看到的这个产品就由总裁来为我们介绍一下它的特别之处。很荣幸的今天能够给菲律宾的贵宾客户来介绍一下我们 CBD 家居。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一张床，那么这一张床呢，我们所有的 CBD 家居的这个产品的设计呢，都是源自于意大利最顶级的设计团队来给我们打造的。那么其次，我们所有的这个选材选料呢，都是根据欧洲低碳环保生活标准进行打造的，所以我们的选材选料是非常健康和环保的。对呀、那请问一下，我们这叫床架啊？对，床架。床架，那它的特别之处在于什么地方？我们是中国唯一一家实行全实木打造的软体品牌。你们可以看一下，在我们这边有一个我们的可视窗口，里面是可以看得到我们里面100%纯实木的一个展现。那么目前在整个家具行业，也只有 CBD 一家可以做了这样的一种。哇、wow.。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传说中的 CBD 床垫。对，那让我来亲身的感受一下这个舒适度啊。
所以呢，我们现在请总裁帮我们来介绍一下 CBD 床垫的特别之处。那我们 CBD 家居所有的床垫呢，是根据每一个人的体型、体重和体质来进行量身打造的。那就好比这一张床垫是我们 CBD 家居真正一款私人定制的高端床垫。那我给大家给您简单的介绍一下啊，像我们所有的这个床垫里面的这个面料啊，它都是可以根据您的舒适程度去自由定制的。我们有软的，有硬的，有软硬度适中的，有乳胶的，有记忆棉的。那客户需要什么样的床垫，我们就可以给他私人定制高端，高端私人定制什么样的床垫。所以我们 CBD 床垫的特别之处呢，就在于它可以私人定制。CBD 还有一个智慧沙发是远近驰名的，对，那我们现在也来看一下它的特别之处。您可以试坐一下。首先，这款 CBD 智慧沙发呢，是我们的超现代的一种智慧沙发，它跟市面上普通的这一种智能沙发有本质的区别。您可以看一下，在这里我们有一个 USB 接口，可以在我们的沙发上面手机充电。您平时在家里呢，想要看书啊、看报啊、看电视的话，可以把它打平。经过刚才的体验呢，真的感觉到了这个智慧沙发非常智慧的一面。CBD 家居一直都是以高端质量服务好来著称的，那么在价格方面消费者也是非常关心的。总裁，就这个价格方面有什么想要对我们的消费者说的呢？那么我们可以给您保证，本次我们 CBD 家居的总裁亲售会是5年之内最优惠的一次价格。那么我们除了给到这个优惠的价格以外呢，在本次总裁亲售会期间，我们可以享受5年的拆装服务。那么还有一个最大的一个优惠的点，就是我们所有的床垫可以享受 CBD 总部的以旧换新的服务，也就是说您家里的旧床垫想要换新的床垫，可以拿到 CBD 来折旧，这也是我们本次总裁亲售会给到我们各位消费者最大的优惠和实惠。那么 CBD 家居同样也和我们奢侈品 LV 和 GUCCI 一样，我们是实行全球的一个网上零保，我们也是可以保证给到消费者24小时解决我们的售后问题，所以所有在场的这个贵宾客户和我们的消费者可以放心来选购我们的 CBD 家居。